这里是最适宜人居住的地方，中华民国台湾、台中、太平。这里依山傍水，美丽富饶，这是贯穿东西的中山路。从我家一出来就是全家，就是你家，还有统一超商小齐，让你方便个够。旁边就是中山市场，旁边就是山区，所以这里种菜的人很多，蔬菜水果都是新鲜的。常常有人在小凉亭道上留言，福人福福地，住在太平都是有福气的人。今天带大家来吃太平最有名的肉风面线，如果没有在地人带领，这些招牌琳琅满目，根本不起眼。可是名不虚传，大家都慕名而来。用粉丝朋友的要求，我今天再次来拍摄，因为我前面已经拍摄过一次，已经30多年的店面，非常的简朴。20多年前我一来，老公就带我来吃，当时不以为然。但是不管什么时候来都是要排队。哦，红灯，我们过马路。我现在来的时间是上午10点多钟，趁着人潮散去我才来，不然要一直排很长的队伍，特别今天是星期天。没有宏伟的店面，没有巨大的招牌，就这样一坐就是30多年，完全是口碑建立起来的，周围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这下面招牌要大哈。我在这里吃。好，这样干嘛哦？有加肉的不要辣，没有加肉的要辣。来，谢谢。看他们的肉羹特别大。我从一开始老公带我来吃，很不习惯，到现在已经爱上这一口。作为在地媳妇的我，有责任把我们太平的美食分享出去，希望大家都来响应。太平真的很好玩，从山上下来就逛市场，逛完市场就吃面线，有很多美食可以让你吃个饱。谢谢。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以调配，这些醋是特别的香，这是商业机密，我不能告诉大家您得用的什么牌子，这个醋起关键性的作用，非常好吃。Thank you.
看，又有人在排队。这就是我们太平朴实无华正宗的肉宫面线。出来了，可以大声讲话。台湾人非常有素质，吃饭的时候都非常安静，没有一个人在讲话。这就是小娘家的周边，半山半城。新鲜的水果随时可以到这里来，抬头看就是山，就是云，就是青山绿水，就是岁月静好。在地媳妇小娘真诚向你们推荐，来吧，欢迎你们来太平看风景吃美食，别忘了来吃正宗的肉宫面线。在地媳妇鲁国小娘在台中太平为您推荐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